大家是不是很挂住去旅行的日子，可以做 SPA， 可以做 facial， 不要紧的，现在家里都可以有这种感觉啊。今次这个茉莉之吻里面有檀香、玫瑰、玫瑰果，还有茉莉，可以修身、美白、抗皱，还可以抗敏感。如果嗅觉灵敏的你，你会见到前调就是这个薰衣草味，中调就是茉莉，后调就是檀香，很 relax， 很舒服。冲完凉你可以加上一些刮痧器帮助去水肿和修身。如果喜欢浸浴的你，一定要加入浴缸，因为会睡得好一点，还有改善这个经前后群症。咁而家就可以喺屋企轻轻松松咁样咧，就有度假嘅感觉啦。